好，那我们就准备要开始哦。那首先就是我们先欢迎，就是今天的主讲人阿哈。然后阿哈目前是在玉山银行的 AI team， 然后担任主管，然后平常也会做接触蛮多开源社群的一些东西。那今天他主要会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他怎么用像 ChatGPT， 然后跟开放资料去做一些整合的议题。那我们就把时间交给阿哈。那各位听众大家好，那谢谢泰伟的介绍。那今天的话就想说跟大家介绍一下 Open 台湾这个专案。好，那这个专案的话基本上目的蛮简单的，就是说台湾其实在很早之前就已经有做那个 Open Data 这一件事。好，那事实上如果大家依稀还记得的话，几年前也曾经有说台湾的 Open Data 在世界上也算是走得算蛮前面的，至少先不考虑开放的深度，只有多元跟数量来看，好，算是这几年也持续的积极的在前进中。好，那这个专案的兴起是这样子的，但其实我们也还是会有一个问题，就是说，不知道各位听众其实现在心里也可以想一想，就是说虽然台湾一直在各个新闻上有讲很多这个开放资料这件事情，然后也在世界上推得很前面，但我们真的有在用吗？好，那脑海中真的有想得到说我们的生活真的真的想到一些问题的时候会拿这些开放资料去用吗？好，这件事情好像有，新闻上好像也有，但是回到自己的生活上，这还有一段距离在哪？好，我们还在思考着。那所幸哈，这个问题事实上走到了那个去年11月，好像有一些曙光。好，就是说 ChatGPT 出来，好，11月底12月1号，好 ，ChatGPT 一出来，就好像以为说 AI 要开始来改变这个世界，好，那虽然大家也喊很久，但这个时候突然发现，不管是什么样的人都可以用 ChatGPT 来做点事，好，但是很快的，其实12月到现在，也还不到一年，好，现在7月多，好，所以也才几个月，我们就开始发现到，其实 ChatGPT 的核心问题是卡在它的资料就是到2021，好。讲的这好像很轻松，但实务上是什么？实务上就是很多东西，尤其是我们更关心的最新的资讯这件事情，基本上它是吃不到的，这第一个。第二个是我们仔细去看它内部所用的各种资料跟它的资料形式，坦白说都很难如自己预期的被控制住。好，也就是说它到底吃到什么资料，用了什么资料分析，在它一开始的版本，你只能看得到它的结论。好，当然我们也可以说打一些关键字，比方说 let's think step by step for something， 好，你可以打这样的一些 prompt 在里面，但是事实上它是不是真的照着你的想象，这件事情也没那么容易。好，那后来的话大概就是在今年的5、6月吧，好，那大概就 plugin 这件事情出来，好，看起来我们可以再把某些工作转交给 plugin。 好，那这个今天也会跟大家分享一下 plugin 出来好像要解决一些问题，但其实也没有。好，那再来的话，事实上就有人问啊，那有没有机会让 ChatGPT 如果可以取得2021年之后的资料，可以表现得更好？好，那我想如果大家有用 Microsoft Bing， 好，那或者是直接有付费版的 ChatGPT Plugin， 好，那它里面就有一个选项，曾经有个选项就是 ChatGPT with Browser， 那这个东西大家也可以试看看，可以用，好，那应该还是差强人意。那在最近，好，又推出了叫做 Code Interpreter， 好，那这个东西呢，它就更进一步了，你可以把资料放上去，然后再跟 ChatGPT 去做一些互动，请它去处理你嘴巴讲的话，转换成程式码，把资料呈现出来。好，那这就是今年还不到一年，从 GPT 一出来到现在的整个故事。好，这是这个故事。那实务上是什么？好，那实务上是这样子的。我想可能听众们应该都或多或少都用过 ChatGPT， 那也可能同时也会去参加一大堆像是类似生成式 AI 的一些 conference。好，那今天的话，这边有一篇是这个就我们公司的同仁哈，在今年有一个叫 AIGC 的 conference 上去分享的。
他在分享什么呢？他分享的事情是说，假设我们今天要处理的问题是像客服的缺霸。好，那我们在缺霸这边处理的时候，如果是企业级的话，好，我们会很关心的一件事情叫做输出。好，因为企业级的缺霸在对于面对输出的时候，他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要处理掉。那这个事情是什么呢？就是每句话都必须百分百正确。好，什么意思？因为就像刚才太太介绍，我现在其实是在银行业上班，所以坦白说，对ChatGPT来讲，我可以代放给你1%跟2%，对ChatGPT是一模一样的，它没有太大的意思，就是它只是后面几率分布上，好，应该要输出这件事。但是对银行业务来看，它是至关重要的，1%到2%就是从银行可获利变成银行会倒闭。好，这是两个不同层次的概念，所以缺霸这件事情在企业级来讲，它会变得至关重要的是在于输出，就是要控制输出。好，所以在那一篇分享的时候，事实上我们有做了蛮多的工作，都是在讨论说怎么样透过 ChatGPT 来做所谓的这个生成答案的控制。好，大家有兴趣，大家可以在那篇分享的时候再多去我记得好像还有线上可以放，可以看。简单来讲，其实我们有在做一些像是模板式的输出，好，或者是指定格式的输出，用这个方式去控制输出的内容啊。当然还有一些手法，好，这个都比较像是企业级在做的。但是就如同这一个投影片的 headline 来讲，就是 for business 不等于 for person 这句话，意思是指说 business 当然对于输出的责任是很在意、很重要的，但对于个人呢？对于个人来讲，这件事情就不那么不见得是这样。好，那我们再多带几个一些现况跟观念，可能在对于大家来想一些为什么要做 Open 台湾这件事情会再更好想哈。事实上，随着 ChatGPT 出来之后，那 Retrieval Argument Generation 这件事情 ，RAG。好，这个就变成一个越来越重要的一个 turn。好，那其实上现在很多学术界也在做的事情，但这件事情并不新。好，怎么说呢？简单来说 ，Google 做很久了。好，那就是怎么样从一大堆的文章之中把关键资讯抽出来。好，想象中简单，实务上很困难。我们去想象一个问题哦，你同时手上有上千万个投影片，上千万个 Word， 上千万个网页，然后今天随便有个人问一个问题，然后我们要从这么多的资讯中捞出你要的资讯，然后汇整出你想看到的格式。好，那这中间每一个步骤，它其实要克服的技术难度都蛮高的。在最早的版本，其实是都做到大概是前面的这样的一个动作。好，前面的这样的动作就是我们今天一个问题进来就到 retriever 这里。好，其实以前就有一个学科就是 information retrieval， 那它就是在做这一些text collection， 好，然后去做一些探索，然后就把它输出出来。好，这个可能大家其实现在也都在用了，那就是基本上在 Google 上面打一个关键字，然后跳出一系列的 link。 好，这个也有，但如果大家仔细去看， Google 也开始在做一件事了，它已经开始在把这一些文字的部分的片段的关键资讯也帮你标示出来。好，这也是他们现在正在尝试的。好，所以其实这个动作基本上企业级的也已经在发生。好，那当然RAG 这边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就是说我抽出了这么多的这一些文字片段之后，透过 Reader 之后，我们还要再把它重组 summarize 成一系列针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并且上 reference。 好，这个也很重要。它重要点是在于说，我们怎么知道前面的开头这个问题它内含哪些真正的问题。好，因为其实大家讲话是模糊的。好，我怎么知道今天一个问题它到底是在问我们什么东西？我举个好很简单的例子哈，比方说，我现在在银行，好，那我们很常客服会跑来收到一个问题，就是
我今天东西掉了，我该怎么办？好，有人会 就打电话进来问这个问题。好，这个时候问题麻烦了，东西掉了该怎么办？那从银行的角度，一定就是要开始去思考，掉了，那要跟银行有关，可能是什么存折、信用卡，也可能是印章，又或者是我们的合作顾客，结果他因为我们其实有跟那个拍卡，就是 PC Home 合作，所以他掉了，也有可能是手机掉了。然后他的那个怕手机被电子支付掉，可是他又只想到玉山银行，所以他一个掉了好多意思，我要怎么去从这么多的文件库中去找到我要回应他的资讯？好，那所以，这个 Rick 这个问题哈，它复杂的点是在于说模糊的问题，却要找出精准的答案以及可以被参考的 link 这件事情，它是非常困难的。好，那。所以说齁，通常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今天也没有去细谈刚才讲这些事，比较像是我们先谈一些现象。但基本上在企业看到这些东西的时候，我们从系统面看到收到这些资料，前端会呈现，我们会在中间有一个 AP 层开始去做一些资料的处理，齁，比方说问题的分类分解，然后去资料库搜索后，然后再透过模型再重组。重组完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是，我们会在这边看到，通常啊，大家在做系统的时候很少有这件事，但事实上，这是我们现在正在进行的。我们会加一道门，就是要做一个守门员，确认几件事。第一个是，这个答案跟问题是不是有相关？第一件事，第二件事情是，这个给出去的答案是不是可以给的？好，这很重要。然后再来下一件事情是。我们其实在企业可能大家比较少去碰到的事情是，这些资讯是不是跟顾客个人资料有关。好，现在个资法保护很重，好，所以这个守门员其实要兼顾这三件事。好好，但实务上呢，实务上也不用担心，基本上我们在公司内都已经有大概有一些答案了，好，也都有解掉。好，那概念上其实就是在守门员这一边，好，我们会加一些机制，把所有的讯息进入跟输出的时候，通通都会做一层过滤。那这层过滤基本上也没有那么单纯，好，也不是透过 Rule-based 的，我们基本上在这上面也有加一些模型，在这上面去做刚才讲的这几件事，不论是 answer 跟那个 question 的 pair 的比对，然后或者是一些隐私的 mask， 好，这个都会去做。好，那好，不过今天也不是要真的跟大家谈这些细节，好，就是要跟大家讲说，在企业级的时候，针对这种问问题，然后针对用 ChatGPT 来使用的时候，我们会看到什么样的状况？这都还是今天这个专案的前情提要，有点长，但是。还没完，前几天还很长，好，因为这个才有办法去讲为什么 Open 台湾这个专案在做什么。好，那下一章好是要跟大家带的事情是这个，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这一个电影，好，可能大家会不会很喜欢看另外一个叫芭比的电影啦，好，好，那不过这很好看啦，好，只是看这个要三小时，大家要努力一点，好啊，这也很好爆雷，所以大家也反正最后就是好他做了一些事嘛，好好，我要讲的事情哈，就是如果啦哈，如果大家有看这部电影，你会发现，我自己是本身是物理的啦哈，他在里面物理真的谈的成分很少，好，跟我接下来要讲的事情也很像。我们刚才谈了 ChatGPT， 也谈了资料，也谈了隐私问题，都好像是技术面的东西。但我接下来要谈的跟这部电影其实想探讨的是很像的。人这件事，好，Open 台湾，我其实希望做到一件事情，是这三个东西要解决掉。就是常见我们通常哈，在处理这一些所谓的资料议题的时候，就这三个问题是最麻烦的。第一个，找到资料是困难的，为什么麻烦？你怎么知道你的问题跟这资料有关？好，你怎么知道要找哪些资料？这件事情不容易的。第二件事情叫了解资料是困难的，就是说今天你拿到这个资料，它名字叫什么东西，跟你真的要理解的这件事情真的有关吗？好，这也是困难的。那最后一个叫做能够解决问题的分析，
又是更困难的。好，因为其实很多时候就好像有一句名言叫做当你手上有锤子的时候，所有东西都像钉子。概念是一样的，因为我们会受限我们可用的工具的大或小，所以你会解决，你就算手上有资料，你手上有问题，你已经有你的思考脉络，但是你解决的手法不见得能让你推导到最好的结果。好，那都很概念哈，所以我想大家心中应该就会想到这个词啦，叫是，对，那叫翻译翻译嘛，哈，好，接下来翻译翻译就有一点 sensitive 啦，哈，就大家多多包容，但是这要先讲一下，因为这接下来就这个梗而已哈，就大家多包容。好，我们在那个因为最近哈台湾比较动乱一点哈，那。我大概讲一下哈，这在上面在讲什么？最常看到的事情叫做，前瞻计划，然后找不到项目细节花在哪里，然后我很怕效率执行不彰，然后我目前只知道前瞻计划只用在12亿的棒球场，然后其他的基础建设我找不到。好，这个是我先当作是问题啦哈，就是说，前瞻计划哇喊了这样子好多年，到底在哪里？怎么找？找不到哈。对，那事实上也没那么困难哈，就 Google 打个前瞻计划，然后就跳出来了。好啊，网页点进去大概不到一分钟，下面就有连接。好，所以好像也没那么困难哈。当然，是不是你要的资料那是另外一件事，但是这个好像这个资料是可以这样找的。那第二件事情哈，要了解资料是困难的。好，那刚才讲我其实是在银行齁，那在银行这里的话，我们最常看到的一个问题是这样，我们会很常做一个分析齁，就说贷款违约人数齁，那我们现在有两个客群齁，我也不讲这两个客群升值是什么，因为现在都不要歧视嘛齁，但是我们就会讲说奇怪了， A 客群违约人数 100, 然后 B 客群违约人数50人，所以我认为我就直接推动，我认为 A 客群是一个很容易违约 的客群，那是不是应该要把它做一些更多的管控？好，那不知道大家听起来这个推论好吗 ？OK 吗？可能反正我通常会举例，就是代表这应该是一个不 OK 的例子啦，大家心里可以想一下，到底是哪里不 OK 哈？好，那仔细想一想哈，这个例子大概是这样子啦，其实就是这样。因为啊，我们在看违约的时候，如果用刚才的例子一看，就会觉得啊 ，A 大有问题。可是事实上，你今天把整个母体拉进来看的时候，就说啊，事实上 A 是母体真的比较多，所以纵使它比例比较低，但是它的违约人数是多的。好，那 B 呢 ？B 是母体比较小，纵使它的违约人数也相对少，可是 B 这一个族群，它确实在整体的违约比例是高的。好，所以这也是有趣的事情哦。我今天就算拿到了资料，可是我资料如果只有一部分，或者是我对于资料的理解没有全面的时候，那其实你会很容易得到部分资讯跟完整资讯截然不同的结论。好，这也是要小心的，因为其实很多时候我们在跟大家沟通的时候，也许大家都对，但问题是为什么又都错了？或者说有人错，理由就是因为我们可能在全部或部分或是不同部分的事实上讨论。好，那再下一个可能又更加困难了。这问题是这样子哈，这可能大家应该就很熟耳熟能详的啦哈，就是上面是在讲美国的这一些科学投资，然后下面就在讲什么自杀啦，然后上吊啦的这个人数，你就会发现科学投资人数越多，就越多人就是可能心情郁闷吧，就更多这种自杀啦、上吊等之类的事情在发生，然后你就突然得到一个结论，对，所以我们要降低好那个美国的 STEAM 的经费，好，那错嘛，好，这一看也就知道错啊。这个可能大家也看很久了，但我要讲的事情其实就是说很简单的资料，然后大家也都很清楚。可是这种事情会不会在各式各样大家的分析的过程中发生？其实蛮容易的。为什么？因为我们大部分的时间，
如果是从 data science 的日常工作来讲，你就是拿到一堆资讯，然后接收到一个业务，然后就开始丢下去去跑。好，那不过这件事情其实在企业界是简单的，为什么？因为通常你得出错误结论，现实的铁拳一定会把你打回到就是真实的面貌。好，不过在日常生活这件事就不容易了，因为大家很多时间是在做讨论。好，那所以回到刚刚讲的这一些啊，我们通常在看到资料这件事情的时候，大概就有三个问题，就是说找到资料是困难的，了解资料也是困难的，然后以及能够解决问题的分析其实是更困难的。也就是说，你要前两个都正确的情况下，还要再走到第三步，然后也要都对，哇，那真的是难上加难。好，那所以回到这里，其实就是希望说，那 ChatGPT 出来了，我们有没有机会，好吧，让更多的人，因为刚才也一直提到 Open Data 台湾努力做了很多，那我们也有一些好的工具，让更多人可以用这一些不一定要真的会写程式，也可以跳进来直接来处理这些资料，得到自己想要的结论。好，那这件事情可以怎么办？好，所以也就这样子开始想说，那来弄一个这样的专案来试看看。好，我们事实上好，现在 ChatGPT 已经可以做到画面上这样，就是说我今天丢一个问题进去，它就给一堆答案。好，那当然它有的时候，如果你有 plugin， 甚至还可以让它去查找。哦，这边的话有点算是还有 browsing 的那个以前的历史啦，好，所以它还会自己向外去找。好，那事实上呢？事实上是现在，如果大家有付费的话，应该就会看到那个 plugin 那个 browser 已经消失了。好，那这个我就不知道它跟微软的关系怎么样了哈。不过大家我想可以理解啦。如果大家有仔细用过那个 browser 给的体验，还真的有点差距啦哈。好，那好，我们就开始慢慢要来进入今天的重点啊，就是说。今天其实重点是在于我们希望怎么去衔接从资料到最后的答案，这中间怎么用 ChatGPT 帮我们走到这一走过去。好，关键是在这件事。我们希望的是 Open Data 是有了，我们也有我们想看的是怎么用 ChatGPT 的 plugin， 或者是它今天其实最后想带的一个功能来让一般不会写程式的人也走过去。好，那。所以就起了一个专案叫 Open 台湾的专案，那目标是大家自己可以把它拉下来，然后去用自己的机器去执行之后，这个 plugin 那就可以去 access 自己想要的资料，然后让 ChatGPT 处理完后面的动作。这个概念是什么？这个概念是这样，就是说当 plugin 一旦运作起来，你只要在这上面问问题，那 plugin 就会去帮忙捞对应的答案。对应的资料，然后再把这个资料再丢回到 ChatGPT 去做对应的组装。好，那这个工作就希望说让这些流程都会是程式自己把它跑掉，因为这样子才有办法让一般的人不用花再多的时间去找资料，也不用花很多时间去处理资料。好，希望让这两件事情全部让它自动化。好，那为什么要做这件事？因为其实观察过去这些年下来，其实资料在不在那在，然后问题在不在也在，但是怎么从问题走到从资料走到问题这件事，看起来还需要有一些方法来让大家一步一步走过去。好，那所以如果把这个架构再回到刚刚讲的这张图来看的话，首先就是希望透过这个 plugin 让 ChatGPT 去决定是哪一个资料集。然后再回头让 ChatGPT 去探索这个母体资料集的母体跟资料栏位，最后再由 ChatGPT 去跟这一些资料跟栏位的资讯去还有问题去比对出它最后要用哪些东西，然后最后呈现。好，这样讲有点多，也不太好想象。好，那我们来讲一个最近大家比较切身的例子啦。好，那最近大家比较切身的例子应该就是这张图啦。好，台风嘛，好，今天台湾北台湾没有那个台风齁，其实还蛮好的，但这个梗图没有什么意思，跟后面的讲的东西没关，我只要带出说假设台风过后水库的水位涨怎么样。
好，因为最近不是缺水吗？好，我们想看这件事情，我们有办法做吗？如果是原生的 ChatGPT， 就好像我直接去问美国水库长怎么样，他是不知道的。好，但是透过刚刚的那个 plugin， 基本上我是可以直接问台湾水库的最新状况，他直接就会去用刚才的手法，自己去捞资料，自己去把这些东西给读出来，然后呈现出来。好，这是他可以做得到的。但是啊，回到金融这件事情的时候，plugin 这边其实他就会遇到一个状况，他没有办法那么精准的输出出来。好，我这边都没有带程式码，因为那个就全部都放在 GitHub 上面，有兴趣就可以看啊，没兴趣，基本上我也是希望就是能够让大家不要写程式也可以做啦哈。那反正他就 plugin 会做这件事，结果会发现。Plugin 的状态下，这件事情它会出错，因为不可能世间银行全部都得到一个答案，所以点进去看就会发现啊，这个问题就如果大家常用 ChatGPT 都会知道，当 ChatGPT 收到很多资讯之后，基本上它的输出是会混乱的。好，也就是说合理啦，因为基本上的 token 数有限，好，所以它那个会输出很多。吃到太多资讯之后，它最后的答案会不一样。所以呢，程式码就需要去修改成，让它在读母体跟读栏位上面是母体，就是有哪些银行要处理，下面就是让 ChatGPT 去决定要吃哪一些栏位资讯的时候，都刻意的要求 ChatGPT 只能给精准的资料。那这个时候，它就会得到。最后比较正确的答案。好，那输出的格式啊，或是内容，其实也整理的算蛮漂亮的。好，那这件事情，做完之后，好像有一感觉上好像有一些感觉啦，就是说，只要它在 plugin 形式是可以用稳定的 JSON 格式输入输出，但是它不能丢太多资料在每次问答。然后还有一个很尴尬的议题是，在这种模式互动下，其实对于大家在使用资料了解资料，其实我总觉得刚刚那样有点太小看一般人了，因为对于大家来讲，可能会更关心像是趋势、特征、变化等等的资讯。好，比方说那水库变化长怎么样啦、有没有一些对应的趋势图啦，这个可能对他来讲还是更有帮助的地方。然后其实，在 plugin 模式下，更麻烦的事情是很难找到对的资料。好，那这句话的意思是指说，在实作的过程中，基本上，如果有对 plugin 这边比较了解的，或是用 function calling 的话，它最近有 release 出来用 API function calling， 那它很多的动作都是透过 prompt 去进行。那 prompt 基本上就是一个相对输出很难做到很精准控制的。目前来讲，它大部分是在 format 上面可以控制，但是在内容的选择上它是不好控制的。所以，才后面又追加了下一个主题。好，还好最近就是增加了 code interpreter。好，这个问题，最近才开始又有一些新的进展可以跟大家分享。好。那当然，就是说，如果继续讨论水库，会就相对又单纯了嘛。好，那我想这可能大家会更在意了哈。最近才开始一直有讨论所谓的企业叫 ESG 啦哈。那对于个人来讲，可能就是可负担的居住的环境。好，好，那这个问题是这样子的哈。当开始思考这个问题的时候，其实就蛮可怕的，因为啊。刚刚那个水库资料，基本上它是每隔一段时间，然后大概全台也就几十笔资料。可是当开始处理房价资料的时候，光是全台湾各地的村里税收资料，然后居住资料，甚至那个实价登录资料，随便上万笔。好。当我想要去看一些趋势或去查找的时候，这件事情用刚才的 plugin。应该就没效了，也不是应该啦，实物上大家测一下就知道，就没效了，因为它 plugin 的运作原理，它是必须要再丢回去的 GPT， 然后再送进去去做的。好，那所以这边就会有一个议题哦，回到刚刚在思考说，那我们要想办法去保有原来的架构，然后但是还是希望能够处理大量资料的话，
看起来前面这一段从 data store 到 query 这一段势必要有一些改变。好，那这个改变怎么做呢？好，那就自己做吧。好，那改变就是这样，自己做，好，自己上传。好，那就上传自己想要看到的 data set。好，那这边可能就会有一个问题啦，就是说啊，他要自己上传 data set 哦，怎么办？好，那这边还在思考怎么做，这可能后续可以再跟大家讨论的。但是现在是因为在政府这边有一个就是 data.gov.tw， 我知道它摆了很久，好，那问题还是一样，就摆在这，大家也很难查到。好，但是至少我们可以做一件事，在刚才提到的，假设要去处理跟住家、好住居住地有关的，可能就会想到说，会不会跟在地有哪些有多少人住这个房子？好，就是每一间房子大概住多少人，又或者是说，也可能也在思考啊，可能什么地保好，或者是竹北这些地方，因为税收高，所以住的人也多。好，那这些地方呢，基本上通通都可以从政府的这一个资料去下载下来，然后下载完之后就直接稀里糊涂的都往上丢。好，那反正它都可以吃进去。好，那也可以请他直接就快速的先做一些 EDA， 好，就可以直接做。怎么做呢？其实还蛮单纯的。哇，糟糕，这黑底都不好看。基本上我就直接丢上去之后，都直接问底下几个问题。第一个像是说，用现在看到的资讯，然后去呈现说台湾逐年的这一个每户拥有的人住户数，住户人数有多少？的概念意思是指说，跟他问说，请问全台湾今天每一个房子里面会住多少人？好，先做这样的一个呈现。好，那基本上在他自己快速的统计下，我们会看得到说，那个这个是大家的左手边这一张表格是直接请他从资料去做一个简单的加总计算，那右手边就直接让他自己去做再更进一步的分析，就是说去问他说每一间房子平均应该会住多少人，好，就根据过去台湾的历史。好，那我们就会看到平均本来从2014年好每一间房间每一间房子有 2.78 人，然后到2022年只剩下每一个房屋 2.55 人。好，那这个概念是指说，虽然台湾的那个人口数是越来越少，好，但是现在会遇到一个问题是，小家庭也真的是实质上有变多的。好，那这个是一个状况。好，那当然我们也会再更进一步去请他问他说，可是考虑那么多也没有意义啊。对大家可能更关心的是我上班的地方的租屋状况，所以你也可以只问他说，那只考虑六都的话会长怎么样？好，那这个都糊掉。概念上就是说，基本上可以看到每一个城市在每一个年度，他会自己帮忙统计出那个逐年在每一个城市每一个房平均每一个房子应该会住多少人。好，那也可以直接跟他说，如果是有这样的表格，那么我要怎么去评估在这样的一个态势下，那么房屋的价格应该跟什么有关？好，那他就会列出说跟供需情况、当地的经济情况、政府政策、人口变化跟地区特性等等之类是有关系的。好，那因为其实我之前有上传一个那个各地的税收资讯，好，所以我就在这个资料表就直接再跟他加一个结论，是说，那请他去做一个图表，好，然后做个总结，那我们就会看得到啊，这都黑图，逐年份，然后平均的那个房屋数，每户房屋住的人数，然后可以看得到在2022这个是之前的资料，然后可以请他帮忙做预测，说一直预测到未来到2030年的时候，其实会发现这个小家庭的趋势，它会一直持续的下滑。好，那右半边也有请他说，请他帮我做结论。那不好意思，今天都真的有点黑底哈。他的结论是讲了一个还蛮有趣的事情，图表是看到下滑，可是他的结论却说，
是上升的。好，他中文字上面是写上升的，就是明明就是看着下滑，但是他却写上升。好，那后面有下一个很简单的结论是说，这个人数因为是上升，然后所以那个住的人变多，然后所以房屋的需求也会变多，所以他就会觉得房价是应该要向上。好，那反正就讲一些，但是因为他基本上一开始对于图表的诠释已经诠释错，所以他面这个叙述就看起来怪怪的。好，好，那但是我们还是可以做一件事，毕竟因为这都还是在那个 ChatGPT 里面，所以好，今天其实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是可以看一下这一次的演讲。好，我是设定为中阶。好，为什么要叫中阶呢？你会发现从刚才讲到现在，应该全部都是初阶的内容。那中阶的理由就是最后这一段。刚才大家应该还记得，就我在讲这件事情，一直很在意就是资料，然后再来是题目，然后再来就是怎么做这件事。中阶的理由就是，我们是可以请 ChatGPT 把刚才它处理的过程的程式码全部输出，然后呢，然后你就直接，如果你是会用 Python 的人，就去做 code review 吧。这种 code review 的工作通常就是 senior engineer 在做的事，所以我就是设定，对，它就是中阶。也就是说，如果要得到正确的结论的话，很抱歉，你真的是需要变回到一个中阶的工程师，才有办法去确认说里面的这个程式码是不是都到位的。好，好，不过我得说，这个应该是现况了。好，为什么哈？我们再回头看今天跟大家分享的这两大块 ，plugin 跟 code interpreter 这两块。嘿，这两块的话，它的概念做法有些不同哈。那不同点在哪里？如果是 plugin 的做法基本上是使用者来问，由 plugin 自己去决定取得的资料，再由 plugin 去做出最后的答案，全部都在 plugin 它 ChatGPT 这边自己做完，人在里面的成分是相对少很多的。好，它的状况有点像，只是像是说帮 ChatGPT 可以引入外部资源，那当然你也可以做结尾的控制。但是如果用刚才讲的 code interpreter 的概念是什么？它比较像是你告诉他你应该要取得哪些资料，然后一步一步的跟他讲你该做什么事。好，后者我自己觉得它可能会更接近我们想象中的样子，就是我们怎么去跟 ChatGPT 一起互动，找出最终想要的答案。好，那只是说目前这件事情还没那么到位，就像刚才讲的，它从资讯读取转换成它的文字叙述还没有做得很漂亮，不过这我自己觉得应该很快都会有所突破啦，只要当这种所谓的multimedia 的资料拥有更多的话，我猜它应该还有隐藏一些实力啦，所以这个我想后者应该会是大家在这一块上可以持续追踪的地方。好，那所以心得是什么？坦白说，就这还不到一年的时间哈，但是心路历程也是变换很多。本来以为像未来可能就全部都生成式 AI 可以做了，但说老实话，走到现在，我的感觉是，所谓的 data scientist 可能有可能最后慢慢又回到是 data engineering 是更重要的事，就是 data 资料处理是跑不掉，只是说这时候 data engineering 它反而会开始需要更了解业务。好，那不是业务啦，更了解真实世界的状况，因为你整理的资料将会决定后面一连串所发生的事。好，好，那所以最终诠释是需要自己把关的啊。最后有一个小小的分享，就是说图表如果大家看到英文输出中文输出不出来，你就记得上传中文字型，他就再跟他讲用中文输出，他就会输出中文字了。好，那剩下一点点时间给大家看一下啦齁。那今天讲到会后齁，还是会觉得人是很重要的齁。这个、可能大家有看过，像这个东西啊，如果大家翻译，大家可以想象一下要怎么翻译哈 ，I love three things in the world: sun, moon, and you. Sun for morning, moon for night, and you forever. 好，有押韵，很漂亮。好，那你用 ChatGPT， 它大概就会翻译出我爱的世界上用最强的哈 GPT 4了哈，我世界上爱者有三：太阳、月亮跟你。太阳、晨星之美，月亮
夜晚之光，你是永远的陪伴啊、哦，之光，哎，对，好像还 OK。好，那人是怎么做的？哈，人是这样做的。好，浮世三千，吾爱有三：日月与卿，日为朝，月为暮，卿为朝朝暮暮。哎、欸，很厉害哈，这就是人的力量哦。意思都对，但是意境不一样。好，其实我们在很多处理的事情，其实叫这个意境。好，那才是我们真正在关心的事情。好，那最后带两页了哈，两页是这样哈。其实我们再回到现实哈，其实，在那个 ChatGPT 出来，我们看到哦、欸、，Stack Overflow 最近裁员裁很凶哈，唉，真是辛苦他，最近也好少用了。好，但是其实另外一件事情 ，GitHub 的数量变多了，哎，又要哎，它数量真的变多，就是代表大家生产力是真的有提升了哈。那我觉得还一切都还是刚开始哈，这大家可以。看一下，哎、欸，不过真的 ，Stack Overflow 真的在裁员了，这大家辛苦了哈。好，我觉得哈，其实走到现在，真的大家也反正是时代进步了哈，就跟1970年代嘛，那时候有创嘛哈，我不知道这电影大家有没有看过，但最近又翻拍了哈，哎呦翻拍在迪士尼有翻拍，还好迪士尼哈，对，哎创哈，好。反正不管什么年代，电脑每一次进展，大家都会觉得人类要消失了哈。但我自己觉得大概是右边这张图啦哈。嗯，就是当机器都在学习，我们却只一直黏在手机，这样子是不太行的哈。这看起来是我们还要有所进步。好，总结是这样，每个工具都有极限，那不同工具适用范围不同。那我是希望能够透过 Open 台湾这样的一个专案，跟大家再多互动，怎么样让更多的一般人可以有资料。运用资料，然后了解这个世界。好，那这边也有多带出欢迎更多产业跟研究者来哈，因为其实基本上在不好意思，是小小工商啊，开头就讲，因为我们在企业也有在做一样的事，但因为企业跟一般民众真的是在关心的点是不一样。我是觉得一个工具不同面向一定可以带来不同的效益。好，那我是阿哈，那欢迎大家就有机会的话再多交流。我们今天也有摊位，好，那欢迎也可以到玉山银行的摊位交流。好，谢谢大家。但就是如果有一些疑问的话，现在还是可以提出。对，请说。哦、oh, ，OK， 好，基本上我就是内部的推动者，好，讲几件事。第一个，我个人一定会去推啦，好，会去用。公司基本上到最高层的经营团队，只给我一个 policy， 是说不要被棒打出头鸟，你就做吧。啊，如果有兴趣，可以查一下玉山银行、立法院、ChatGPT。好，查一下有这个新闻的，嗯，因为我被打过，好，就这样，对，好，好，所以基本上我们是支持的，好，但是实务上是什么？实务上是，我们还是要做点事的，哈，实务上，所以如果有兴趣的话，其实我觉得刚刚那有一张图已经算涵盖掉我们最近所做的事了，我们就是一直在环绕那张图而已，就这张图。我们为了这件事情忙了大半年，就这张图，很简单的一张图，然后就为了这一个东西。在做什么哈？我们现在行内现在基本上ChatGPT是全挡起来的，全挡起来的 ，ChatGPT 全挡起来。但是我们就是为了搭建这个东西，让我们可以用Microsoft 那边是可以用的。所以有两件事，第一件事情是基本上资料是不会再拿去应用，因为有合约保障。好，那 Microsoft 的 branding 也够大，它应该不会把自己卖掉。好，那。所以这是第一个。第二件事情是我们也不可能完全信任，所以基于零信任，所以刚才才会讲在企业级做的时候，我们会做一些像是隐私的强化，好，我们会做一些遮罩跟反遮罩啊，这个就有另外的模型要去处理啊，这个当然就可以，因为我们自己是有自己的 AI 团队啊，自己会做这件事啊，当然还有一些系统上的设计，好，那这个都是我们自己的团队有在处理的地方。所以，很快啦，只要趋势一有变化，
应该很快我们自己内部又会恢复起，不是恢复啊，我们基本上就有在做一些 research， 好，但是对于一般的这些航员的使用，很快又可以再恢复到就是可以使用这样子。因为我自己觉得，如果就态度来讲，它对我来讲，未来20年后再回头来看，很可能就像是以前的 Excel 吧。嘿，它终究应该会像是这个样子的东西。请问你觉得就是 ChatGPT 未来几年对你们银行内部的 productivity 对可以有什么？有几块第一块，我想直接在程式码这一块一定会有很大的改善，这第一个。第二个的话，基本上在资料的收集面向上一定有不一样。我简单讲说，像我们自己在银行的那些外部资讯的收集，也已经有在用这个东西去尝试怎么去加速这件事。所以也不是，至少实证效果速度快，准度也高。比我们自己还训练模型还要准。然后最难过的事情是，天哪，他居然比我们自己辛苦收集资料训练的模型还要准。对，好，还有吗？请。我只能说，至少在 plugin 我做 plugin 阶段的时候，我有尝试去做像你刚才讲，就是资料清理这件事。但是我发现我做这件事情效益不太大，不太大的原因是我就算清理完，最后还是叫 ChatGPT 去查找说到底哪个资料集适合我这个问题。所以搞到最后又变成是所有的东西好像又回个还是在人这一个地方。我的感觉是说，所以刚才会提到有一段，就是说未来的 data scientist 很可能他的工作也已经慢慢不会是在建模这一块，他更多的时间会发生，不过现在也已经是了，就是时间都会发生在更前面，只是说之前的前面比较像是把资料整理成想要的形式，但我现在前面可能会在更前面一点，就是说他会靠像是在 data engineering 的那个阶段的工作，就是说资料的清理整理的时候 scientist 的意见会先进来，因为那边就会直接 dominate 后面所有的 process， 因为后面你已经开始想自动化了，那边你可能就开始不管，你就会只看最后的 result。对，所以回到刚才讲，就是说，资料品质管理，如果今天个人层级啦，就个人专案，我自己还会，因为我自己在就是公司内，其实我自己就觉得资料治理是一个大问题啊。如果是像刚刚那个问题，我甚至会觉得。就是去推政府叫他把资料修好，我个人觉得那个会比较务实啊，因为到时候一定很多东西都跟这个有动。我分享一个，之前其实我们有去抱怨过类似的问题，然后那时候的问题是说，因为通常是这样，第一版的资料一开出去之后，太多人使用，所以会得到一个结论，就是有些人已经开始自己做 data cleaning。有些人是后进没做，就后进没做的要求改正确，结果做的人就会开始 complain 说：“啊，我都帮你写好了相关的 adapter， 我不是帮你啊，就帮他自己写好 adapter， 所以你一改又扰民，然后政府会卡在这个地方，所以他就会陷入说：啊，那所以是改还是不改，还是要给两个版本？好，那改两个版本，他的那个系统的框架又没办法改。”啊，甚至做了又会被说浪费税金，在做一模一样的事情。好，我说就是之前有跟他们交流过，然后也跟他们去讨论过这件事，然后他们就是大家就这边在撞墙了哈。所以如果是这个议题，我自己觉得也好，因为反正 ChatGPT 出来，把后面整件事都慢慢归一之后，我们可以开始真正来处理这些核心问题。那很多时候是这样，就跟 Python 以前什么 2.7 转到30一样的，好，就是2.7 没有 Unicode， 但是3有 Unicode， 然后那个程式码很难转换，
然后最后怎么解决？用时间解决。反正2.7的人会慢慢的消陨掉，然后3会变多，那就解决掉了。好，所以一样的问题，反正刚才那个东西就是一直推推推推推，然后慢慢的一个一个资料集慢慢都规划。我觉得到一定比例之后，应该就会有人受不了，说把剩下的全部一次解决掉。嘿，刚刚那个资料集是证交所最多的，嗯，因为那个会赚钱嘛，会赚钱资料大家最爱炒了。嘿，你自己个人觉得？Stack Overflow 这样子，它后续要怎么发展？我在看它的趋势是这样的。我有两件事情可能跟大家分享。第一件事情是 Stack Overflow 他自己在提说 Stack Overflow AI， 好，他很早期很有趣，他们早期的政策叫做抵抗，然后拒绝说 AI 生成的题答案在他的这个上面。但他现在是说好，那也抵抗不了，真的流量崩太快了，所以他就算是说，那我也就做 AI， 至少我答案没有问题要先进来，因为我没问题，我根本也不知道后面的发展怎么办。好，这是他们现在在做的。但回到 AI 界，其实现在也有一个论派在讲一件事。有人已经开始在提说，目前可以训练得到的高品质资料已经训练完了。有人在 claim 这件事，这时候可怕的事情是什么？嗯，就会回到有点像我们企业内在做的事情，就是高品质资料很难收集，就会开始走生成资料。可是生成资料用对岸的说法就是内卷啊，内卷的结果就是模型真的会表现越差。为什么？因为其实模型要表现好，它必须要那个 robust。robust 的意思就是各种千奇百怪的状况，它都要有一定的水准之上。所以一旦内卷后，就没这些事。所以回到刚才讲的那个问题啊，我自己觉得，至少 Stack Overflow 它先做出了一件事情，叫做问题先收下来，所以它做 Stack Overflow AI 第一件事。但我觉得它第二件事情更重要，它要活下去。他一定要想办法活下去，但是要怎么活？因为我也不太清楚他的 business model， 但我觉得他不活下去，他那个会有一个麻烦点是，我自己觉得他有点算，也许是整个比较更大规模，可能不是 Stack Overflow 的问题，比较像是人类知识的问题，到底还有哪些地方更 diversity 的问题？嘿，所以怎么做？我没有答案，我没有答案，嘿，我只是说有这样的趋势，可以分享一下。嘿，好，不好意思，那个有点占用大家的一点时间。那就是如果还有问题的话，可以继续留下来。那如果没有问题的话，那就可以直接离开了。然后下午的话，会有更多的就是PyCon相关的一些演讲，就包含说怎么样去经营一个PyCon的社群。有相关议题，如果有兴趣，都可以来回来这个209教室。谢谢。